觉得自己是战地记者，没有？你想太多。我也觉得我们可以下车了，应该要一阵子。对，早20分钟吧。空车嘛，里面。拍的好丑，因为刚才就我刚好用一个放大的，两倍的，就这么近，就一坨。对啊。OK 吗 ？OK， 可以可以。那就给他传吧。等一下再传，等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就小小的，啊，有整排的啦，有整排的，整排的你有拍到吗？但是我这里不晓得成不成功。三步，现在这是4嘛？对，它里面都空的啊。他可能载到那个边界的营地回来了，嗯。我们走这边，后面。亮。我有拍的小小的，好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